到咗六合彩嘅时间，今日系五月十二号星期日，有我罗雪妍同大家主持第五十四期嘅六合彩现场搞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总额，今期嘅投注总额总共系有5555万。由于连续两期嘅头奖冇人中，所以系有累积多保奖金1422万，而投注总额嘅15%，亦即系83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隔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周联桥 MH 太平绅士，同埋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嘅代表，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理事吴浩林先生。欢迎晒两位，介绍一下受惠机构啊。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于1960年成立至今60年，由创办时只提供电话热线舒缓情绪服务，以拓展更多服务，当中包括中英文的情绪支援热线、chat room网上聊天服务、自杀危机介入及辅导，亦有为自杀者亲友提供的支援及小组，入社区以及学校进行生命教育，为公众提供专业培训等等。机构致力防止自杀个案发生，同时推广珍惜生命的信息。详情可以浏览该会的网页或者致电23192688查询。好啦，今期的六合彩即将会举行，大家在电视机荧光幕会见到一部六合彩的搞珠机，1至49号的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可以即刻开始第54期的六合彩现场搞珠。打出来的号码是25号，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5。 第二个打出来的号码是30号， Second draw number is 30。三号打出来的号码是36号， Third draw number is 36。第四个打出来的号码是9号， Fourth draw number is 9。
购价出嚟嘅红蟹三号 ，feature number is free。第六个价出嚟嘅红蟹四十一号 ，feature number is 41。出嚟嘅特别号码十九号 ，H number 19。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经顺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复一次啊！分别有三号、九号、二十五号、三十号、三十六号、四十一号，而特别号码系十九号噶。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嘅六合彩结果，又或者投二三奖嘅派彩奖金，欢迎你致电183-2288，又或者浏览马会六合彩嘅网页。好啦，节目时间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唔该晒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佢哋分别系周伦桥 MH 太平绅士同埋五号林先生，唔该晒两位。喺度提提大家，喺节目完咗大概15分钟之后，大家就可以购买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预祝大家好运，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见，拜拜。Thank you.